水星星北京时间7月30日，据 Hoop Central 的推特账号爆料，某美国媒体评身出现役 NBA 各位置前五球员，具体若下：控卫库里、威少、欧文、保罗、沃尔；分位哈登、巴特勒、汤神、德罗赞、奥拉迪波；小前锋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卡瓦伊、字母哥、乔治；大前锋浓眉哥、追梦格林、阿德、波尔津吉斯、乐夫；中锋恩比德、考辛斯、唐斯、约基奇、霍福德。粗略一扫得出两字结论：扎心。勇士五虎阵容若上标注加粗的球员属性有两特质，而这两特质几乎决定下赛季最终走势，刺痛着联盟足球及其球迷的小心脏。呼出名字是每一锤浪，很轻却很痛。一，以上五人均来自勇士，若无重大意外，当考辛斯能够在赛季开始两个月左右健康归来，科尔将祭出考辛斯、格林、杜兰特、汤神和库里首发五虎，仅以上技数据叠加计算，他们已经是场均 109.36.2 篮榜 26.7 助攻6抢断5次封盖组合。这一数据有多恐怖，几乎等于一支季后赛型球队的整体表现。即便由于出手权问题组合数据会减值，但替补端还有伊戈达拉、利文斯顿和杰雷布科的实力型替补，勇士几乎所向披靡。一方间流言定义下赛季的冠军已经失去悬念。二，如果诸上数据还不够说服力，那么再看如上五人在各位置中的排名。库里在控卫行列里已处第一水准，杜兰特、格林和考辛斯居位列第二位，最差的汤神还居第三位。若此组合在科尔的优异集体型掌控能力下水与争锋，可以预想的一个画面，两季来勇士以三节打卡闻名于防，下赛季恐怖要缩减到半场即 over 了。勇士夏季将无敌勇士，以无可匹敌的实力扎心着联盟诸强及其球迷。可在以上15人名单中还有更扎心的事儿，以出身定义，诸上15人分别代表勇士、凯尔特人、火箭、湖人、雷霆、森林狼、猛龙、雄鹿、马刺、鹈鹕、尼克斯、76人、掘金、骑士和步行者等15支球队，也就是说几乎涵盖了季后赛16强。可你仔细观察一支球队的双子星却被遭到无视，开拓者的利拉德和 CJ 麦克勒姆，双子星再次遭媒体没收利拉德上季场均 26.9 分 4.5 篮板 6.6 助攻，从数据表象来看绝不逊色于保罗和沃尔等控卫。而麦克勒姆场均 21.4 分 4 篮板 3.4 助攻，表现亦不输奥拉迪波，且两人联手 48.3 分 9.5 篮板10助攻引领下，开拓者打出力压雷霆西部第三佳绩。可就是这样一对双子星后场组合，却被美媒再次无情没事了，令开拓者球迷能不心痛吗？